口号，好不好？好啊，好。先喊一下口号。对，就是上面那两句哈。来，公开名单。公开名单。拒绝黑箱。拒绝黑箱。公开名单。公开名单。拒绝黑箱。拒绝黑箱。公开名单。公开名单。拒绝黑箱。拒绝黑箱。好，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到旧新闻局哈？那个慧仁，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到旧新闻局文化部这边来哈？那主要目的想大家都知道那个公视第四届的董监事哈，已经延任近600天哈。那我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数字是，到今天已经第573天，啊，就是大概19个月，啊，那在这个期间，民间团体或一些传播学者都一直诉求说，希望赶快，把第四届那个延任这个问题解决，啊，那一直都没有动作，那也很高兴到今天已经。第五届的董监事，董监事的名单要开始公布，然后要开始审查，啊，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是要到这里地方来提出我们的诉求？因为我想到现在，除了文化部内部以外，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人知道名单长什么样子，即使包括审查委员，也没有人知道，啊。我们可以比喻说，比如打一场球，观众都准备好了，裁判也准备好了，可是球员我们都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是谁。那我们得到的消息是说，审查委员12点开始的时候才会拿到名单，可是今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审查委员能不能很清楚地了解到每一个董监事的他个人的资料或是他以往的经历，然后做出很明确的审查，这个是我们担心的部分，哦，所以我们第一个诉求是希望文化部赶快把名单公布，哦，希望让各界能清楚的了解。